贾静雯参加《乘风2023》，因演员身份出演音乐选秀节目，被大家关注。五日开播的初舞台，被网友说听贾静雯唱歌眼睛相服，暗指她唱歌还要加油。其实这次台湾还有 Ella、阿琳、徐怀钰、陈意涵等，有三位本来就是歌手，但陈意涵跟贾静雯都是演员转战，被赞是勇气可嘉。贾静雯首次舞台选择了自己拿下金马影后的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插曲《路过人间》。世上唯一不变，世人都善变，路过人间，爱都有情。他一登台，大家就被他的美貌吓到，直呼贾静雯是不是不会老。不过歌声的部分评价可就没那么好了，网友笑说听贾静雯唱歌眼睛想敷但耳朵难受，在网络上讨论开来。但大家都对他很好，帮忙缓颊，贾静雯本来就不是专业歌手，能唱这样已经很好了。这番言论也调出贾静雯本人回应，他幽默地说：“那我去但是超高 EQ 反击，也获得粉丝大赞。”